这些图片，这里有很多图片吧？我们要学习什么呢？猜得出来吗？ 对，今天我们要学习很多动作动词。好，要学习我的一天，你们一天做些什么呢？ OK， 今天我们要学习吧。好，哇，对，你们太阳出来了，你们做什么动作呢？对，起来吗？对，起来，韩文怎么说？念一下，일어나다 일어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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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意思 일어나다 好起来以后你们就会写什么动作对要洗脸吗对洗脸怎么说呢好念一下 세수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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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洗完了以后做什么对刷牙吗刷牙呢 이를 닦다 本来是닦다是刷的意思 이는 야的意思，啊，이를 닦다 OK， 我们再读两遍吧 세수하다 이를 닦다 可以了吗？嗯。